Welcome to 司徒行行行。行行行。哦，对，司徒行行行。大家好，我是司徒建国，我在深圳。深圳 ，a city of innovation， and with innovation comes lots of choice. So today, my job is all about giving people more choice. 我会变成一个主厨，什么样的主厨？冰淇淋主厨。我觉得市场上冰淇淋的味道太普通了，所以今天我要研发几个创新的味道，而且还有中国特色。我从来没见过不喜欢吃孜然羊肉串的人。别吃，上调料，好香。变成主厨以后，胖了吗？胖了，胖了是吗？吃了很多好吃的。哎呦，加孜然粉，孜然粉。那是太慢了，是不是？哇，特别香，好吃。我这有点难，很难，知道为什么？因为我也想吃。啊，司徒，不要吃。啊啊哦，对，对了。哇，那个味道不是冰淇淋的味道。Looks delicious. Lame. 我喜欢冰淇淋，我喜欢红烧肉。红烧肉这是我最喜欢的，这是为什么胖了20斤，知道吗？哇，肥肉，热量可能有点高，是不是？但是我总是觉得热量越高越好吃。期待，好期待这个。这是我最喜欢的。我爱吃老干妈，中国人爱吃老干妈，所以我要做老干妈味儿。要不然加个皮蛋吧。真的吗？相信我，没问题。加我的老干妈。喜欢辣吗？我很喜欢吃辣。我也特喜欢，这很油。哇，你说了你喜欢辣的，我开始包皮蛋吧。你真的要加这个皮蛋吗？是的。可以尝试一下。我不要。可以尝试一下的。我不要。希望吃完了以后我不拉肚子。哎呦，that looks horrible。好恶心。说实话，我不想加那个皮蛋，但是应该没问题。这个颜色很特别 ，looks like orange flavor。好的了 ，right， 老干妈皮蛋，哇，辣，那个皮蛋，哇，不用加那个皮蛋，我觉得越吃越喜欢 ，it's pretty good， it's quite thick though， it's a bit oily。成功啦！那个味儿跟孜然羊肉串一模一样，你看这样，好了，哇，奇怪，哇，那个孜然味儿好重。这儿有几块肉，一大块肉，啊，奇怪。说实话，那个孜然味儿还行，越吃越习惯。但是那些羊肉小块 ，those should not be in an ice cream， 不太成功。冰淇淋、红烧肉 ，put together， 我一个红烧肉 braised pork ice cream。OK， 我喜欢冰淇淋，我喜欢红烧肉，喜欢 ，That's alright， it's a bit meaty， 夏天巨热的时候，我不会觉得，我很想吃红烧肉冰淇淋，但是现在还行还行，有一点恶心，但是成功啦。
你好，你想免费试我自己发明的冰淇淋吗？不需要吗？哥们儿，你想试试我自己发明的冰淇淋吗？孜然羊肉。对对，怎么样？那个老干妈皮蛋。我觉得这个味道蛮棒，这个挺好吃的，但是没有皮蛋味儿。没有皮蛋味儿，就是红烧肉。我要试老干妈的。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吃出了老干妈的味道。是。红烧肉和那个孜然烤肉的味道差不多。挺好，是不是？差不多，嗯。挺好，是不是？味道差不多，我喜欢老干妈味道。老干妈皮蛋啊，告诉我你觉得怎么样？真的是，来来来来，红烧肉想试试吗？还有羊肉串呢。好奇怪的味道。好奇怪。啊。喜欢不喜欢？不喜欢。老干妈皮蛋，怎样？那么好吃，他说不出来。这是羊肉串。怪味。哇，真喜欢，再、哦、再给你一个，哦、谢谢啊，不用谢，拜拜。怎样？好奇怪的味道啊！想试试吗？孜然羊肉串，孜然味儿很重，喜欢吗？